看你画面喽，请看右边，一起看右边哦。OK， 再来，看安琪拉，来永恒来，谢谢。我的拍谁？再坐过去点，不是啦。这个是你的，我懂我的，我好渴哦。可以说，还自己 say 梗哎。可是我觉得我今天跟伟华哥比较 CP 耶。自己讲而已。啊，对不起啊，没事啊，没事啊，当我没讲出来。难得露一下，没有关系啦。没事啦，配合他一下。这个要干嘛？要拿麦克风。哦。用麦回答。好。哦、OK， 好，一边发。那个伟华哥，我们开始了。就在信里面，你跟那个以心姐跟那个凯勋哥，你三个原本是警校兄弟嘛，对不对？的同学，同学，同学。对，那到后面就是在那个凯勋哥失踪的时候之后，你对于以心姐的那个看待对待的。态度是什么样？我们这些讲话，就因为三个人的关系，就是我凯勋、雨欣，然后是警校同学，但背景设定是其实我有点喜欢他这样。后来他跟凯勋结婚之后，我也走入家庭，走入家庭对。然后后来凯勋是这个角色张力失踪之后，我就默默在身边守护他这样。哎，故事一开始就是从海军的失踪开始，然后开始一路调查他是怎么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再引发出那个新雅他引的那个闯关妹的案件，一直发生很多案件，一直到黑道，对黑道大哥，黑道大哥，一直到亨哥哥的 CP 出现之后，然后他绕那个白人来跟警察呛。不要乱讲话，沟通。好，沟通。沟通，对，没声音哎，没声音哎，没声音。有声音，有声音。没有了，有点小小同学。有吗？有吗？有吗？这个比较，这个还可以。叫声当这个，那个麦给。哥哥。哎，你汪，我先录，再帮我试一下。再帮我试一下，哥哥。哥哥。好，有。你真有 Q 哎！可以先讲，先讲，可以讲一下戏里面很多干胶的台语是不是特别驾驭的很好？要拿麦克风讲吗？都可以。哦，因为那段时间有尽量让自己私下讲话都比较粗俗一点，对，就是让自己反应的时候都会带点不好听的台语这样，然后。在拍的时候，把国语的词有翻成台语，然后有请教制作人 Michael 哥，然后还有我哥张在兴，看怎么样可以把那个台词变得更小学一点。对，但是你不是说哥哥太低俗？是，我再调整回来。对，这低俗一点，然后再把它改回我觉得比较自然一点。我觉得小学会怎么讲？方式。那因为清雅就是跟阿星一起演三哥妹，然后这怎么样？干哥妹，干哥哥跟干妹。对对对，然后你们，因为他看起来就是蛮好笑的，我们常常会有 NG 的时候嘛，然后他会笑场。我会啊，有什么会吧？没有吧？没有吗？我们都不是我跟你们说。哎，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即兴的，然后因为他很即兴，其实我也很害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给我真的很像干哥哥的感觉，我就演起来就好自然了。就试一下感情现在也吗？试一下。不联络。就是你啊！我感冒的时候不是有跟你讲话？有。啊，对对对对。你听过我最私密的声音哎。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来，我还以为那个是别人，因为我命另外一个人在跟他聊天，突然他们这个人塞出来，然后他说是某某，我一向那个，就是他要当主管，就是他要当主管，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人。好啊，你要这样是不是？不不，就你第一次合作吗？对。是吗？第二次，但第一次其实合作的很短，而且也没有对到很细。这一次才是真的。不要难过啊！哦，我没有播了，没有播，没有播。没有播，没有播，没有。反正第一次啦，就第一，对，我们第一次合作啦。我们是第一次合作，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对对，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哦。拍广，拍广，拍广。新娘前几天生日聊一下，对他什么表示？有啊，对啊。怎样？怎样？约不成了。约不他许太多是不是？我唔知啊，我就讲阿宇约不成了，阿宇讲多唔少。你考虑多少？那我跳舞啦。啊，我咧讲有啦，有就是要到哪个见面讲嘛。要不要跟我来讲？当然不能。所以现在为什么你不回吗？不理他。你传在哪？你说有就好了。哦，有有有。反正这种行情，你是你。哦，还再次有没有？有啦，但是因为我刚好生日都要工作，就说下次啦，就是约下周啦。对。只是问他印象让我最深刻的是我们杀青的那一天，然后是你杀青的那一天，嗯，我们去板桥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有。有几块大，然后就没有。你是等了一整，从你早上就杀青了，你等到晚上，他等到晚上等。卖花就无行情，然后你怎么啊？哦，不是，反正那天有点误会了。哦，所以你喜欢我？我因为这样子，我多喷了两万，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导演叫我拿两万出来，因为杀青我们没办法到。哦，对对对对，有你有捐两万。对对对，所以基本上等你多喷了两万。哎，又不是花在你身上。你说为什么？为什么花两万啊？啊，我那天要杀青啊，然后大家为了让他就是有个开开心心的，然后演都会到嘛，然后我就等，杀青就抽奖。嗯。那拍久了之后，我们就一直等到他杀青到晚上，然后大家就跟我讲说，哎，他杀青杀青，总要不要来？到时候再拍那部戏。然后我说，等后来没关系，可是你这个时间到了。然后我说，好，我就等你快出来。哎，导演，我是潘娜吗？导演在吗？对对对，好吧。这只有你拿两万，其他人都没有呢。当然有啊。我是潘娜吗？大方。哦，是大方，然后我大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讲的。然后，好的。对啊，都那一天就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做记录，对对对，我们就有那个比较亲密的动作出来。什么亲密的动作？你叫他讲啊。他就抱抱这样子，背不是抱，背啊背啊背啊，谁背谁啊？我背他。照片吗？有啊有。公开而已。有。那是谁提出要做这个动作？啊，我老。自然就自然，好像自然而然，我自己跳上去的啊。光这么行情，你也讲我跟你要求的，你也。没关系啦。好啦好啦，你要求我干嘛呀？你们两个讲话让人家分不清楚哪一句是真假。第一个是你。对啊，你很快。对啊，对啊，所以我就别了，我就是顶多到这里而已。然后我们原本想要变 CP， 然后你只让我们变 CP。对。我们在演的时候有一场戏，他因为他失恋吧，然后不协调。我跟你讲哦，如果要 CP 的话，我要就那个单身，你讲行？啊，我蛮懂你的。对对，就是那一场，就是我们演的他失恋，然后我这两个要去安慰他，然后导演就是一直叫我们不要演的太那个，就是有点感觉那种。对，导演千交代万交代，他说，他再怎么样都不会喜欢我，他就是喜欢照顾我而已，对，就不会有情愫。可是，在演的时候是莫名其妙对我那种多出来的感觉。今天啊，他心素颜就想，你卖这里短袖，我今天啊哦，我只用拜拜，我老婆在心素颜，对吧？多出来的那个爱啊，就我们
互动还蛮可爱的。对，来先这样，一休，一休打完了啦。对，我们两个先退出了。要先把这个 CP 结束，哦，打断了你的那个。续集就续集就 CP。那边大概是那男的上面被移完了。对啊，一导演续集就可以跟哥哥跟妹妹有一些。跳过导演啊。哦，对不起，导演都已经说画面不行了。不行了。他说那一颗就是只有那一颗 NG 啊，NG 了三次。其他都没人。你说差点演出情愫的那个，他因为他哭嘛，我就自情不自禁想要去抱他，大家都不要，我就抱。对，然后他就贴过来，他当然叫我不要贴啊，我们叫因为就是要阻止你们两个。贴过去，啊，怎么样？我贴过去，我贴过去很正常啊。啊，我抱你也很正常啊。你不能抱啊？为什么不能抱？角色啊。哥哥不能抱妹妹，你别笑哎！长毛龙真没烂命嘞！是哦。真的啊，我讲你那个大骨牛好来嘞。那是亲妹妹。亲妹妹。对啊，我都是干，我是干的。啊，干跟亲不能同款。不能换，好，我来这个。大概大弟兄、妹兄就是那换吧。谢谢。哎，我们这边聊很久，你们要聊久一点。不用吧，觉得很精彩啊。亮子有曾借朋友钱，然后要不回来。我没有什么钱可以借人家，我全部都在家弄，而且我们的户头是单行道，没有，而且你老婆超精的，我好姐妹超精的，不会随便借人钱的。所以一开始要揣摩这个钱被借走的心情还是有一点难，因为没什么钱可以借人家。那个，因为有两位白富美的女主角，所以让我们年轻的演员眼神很不诚实啊。对，也让大家这个在拍戏的时候都很开心啊。因为其实拍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除了进去戏剧之外呢，平常时候很无聊的。大家除了背剧本之后就是闲聊，然后有两位女主角快来这个快点给我们很多开心啊。你有跟他们对到戏啊？有啊，你心有啊，我啊，不过他是新姐夫啊，所以在我心里面，我只能好像比较严厉对待他。啊，我你说我的，我已经老身入定，没有感觉。不过呢，就是因为有他们在，所以他那个很好的一种调剂吧。那个我看画面比较舒服的意思，平常生活比较有美女可以看，比较舒服，是这意思吗？对，老生入定的都可以这么说。那其实哦，拍这部戏呢，因为导演全航导演他是电影导演，所以呢，其实他是用电影规格来拍摄。那我们在拍的时候也蛮严谨，剧情呢就不能讲太多了。但是私底下来，其实大家就像现在一样开心。大概我都在旁边观察，没有情况。所以我觉得。拍这部戏希望有能够有第二集，因为真的大家合作起来很开心。一集，希望。新雅的前几天年终名单出来，没有不绑薪水，有没有失落？因为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把每个角色都演好，所以就觉得。明年再继续加油，明年你一定有啊，跟你一起去。我不一定。怎么这样子啊？真的，我们能量要强一点。他角色超好看，而且就是只要有他角色出现的时候，观众应该都会觉得很就是有一口气可以呼吸过来，因为我的部分都是比较压抑的，对，超级压抑。然后从先生离开不见，然后到去那边又是做那种脏脏灰灰的工作，然后又是被人家骂，又是被人家打压。所以我的戏的时候，就是观众会觉得很压，然后到他这边的时候就会活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在戏剧这部戏里面互相互补，对，互补。所以拍戏的时候互动也有这样的感觉嘛，就是跟他互动的时候就会稍微轻松一点。
他是我救星哎、欸，这么严重？对啊，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字，就是台词，每次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会卡住，有一些过不了的关，就是一直会卡在同一颗字上面。那因为他刚刚演完台语剧，所以他就是台语就变得很熟了，他就知道怎么打混，你知道吗？他就会提供我一个用那种比较打混，然后又可以很生活、很轻松的方式把那句很难的台词讲过去。对，所以我跟他的戏是最多的，那他就是让我在语言上面觉得很有安全感。恭喜洪正亮！我有恭喜杨晴，但是洪正没有的原因是啊，我应该是要恭喜他的，但是因为呢，因为我觉得说怕打扰啦，我怕打扰，因为怕太多人恭喜，有时候他回不完。那洪正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处在自己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对，我就是在内心祝福他，发送我的能量给他，这样子。应该是讲金钟入围。对。好了，我会去恭喜他了。讲到好像没恭喜他，好像不正常。但是我是真的内心很替他开心的，真的。只是我会觉得说，太多人要恭喜不完，就是入围很多朋友，很多好朋友对外界的事情了解太少。因为太多人入围了，真的好多好朋友入围哦，孙可芳啊，钟瑶啊，是不对？烈哥我也没恭喜啊，就是你这样传不完，真的传不完。很多人恭喜杨晴，因为他是我的对戏的主角，然后还有我的导演比较近的，对不对啊？就是怕那些其他朋友他们要回讯息会回不完，我们就是内心散发一个祝福的能量，替他们开心，这样就好了。对。衰，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蛮幸福的啦。在剧里面有干爸，还有干哥，就是在他的生活中还是有人帮他撑腰。还有在一个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他还是很单纯，还是这么的善良。你演艺圈有那种真的干哥干爸？完全没有。外面的交友圈也没有，小时候那种学生只有认过什么学姐，就是没有什么哥哥或爸爸类。可是你当干妈，好累哦！我不当干妈的。对啊，我不想帮别人带小孩。出门要有付费用的，有啊，学生的时候啊，就是我会比较多付出啦，就是帮他买早餐啊，然后请他吃饭啊，因为我自己有在打工赚钱的。他不是一个建筑业，他是什么？就是有东西。也是有啊。哦，你说在这里睡不起。最后跟我分手，也不算骗啦，就是喜欢上别人，那也没办法。碰结果啊？被劈腿吧？对啊，没关系啊。之后演戏可以理解那个感觉。也是那个像这个故事啊，做那个特殊现场的清理啊，那你对生命有没有透过这个角色对生命有没有另外一层的意义的想法？这样怎么我题目都那么难啊？哲学性的问题。然后我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我也想要问干哥哎、欸。我有干哥哥，我有我有。太难了吗？我有。你干哥哥。我这边有个石头的，可以帮你回答。
生无常啊。他就干哥哥这个话题。干哥哥，干哥哥什么？你有干哥哥啊？就干哥哥啊。你好，还是干哥？其实你们是他意思吗？不认识。干哥有其他意思吗？刚刚都结婚有小孩了，是真的干哥哥，都结婚小孩什么的都有了，一年大概见一次，但是有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对啊，就是这样。干哥哥的功能就是排忧解劳，然后打个电话抱怨一下，大概就是这样。你们要认真回答，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生命的议题，在现场。其实每进到一个，因为我们都是戏剧就是假的嘛，但是那个现场都会被布置得非常真实。然后其实清洁命案现场清洁工进到那边去清理的时候，通常都是没有尸体了，尸体在警察那一关就已经被移走了，所以我们是纯粹去做清洁的工作。所以就是你会在那个痕迹里面去看到死者生前的生活，那个东西对我是有一点影响的。比如说美术组做出来的一个沿着就是孤独死的那种一个床上的那个影子，还有血水渗出去，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人真的要多交一些好朋友，以及对我们可能不一定会有很有很友好的很友好的小孩，就是现在也不是要靠着养小孩来养老嘛，对不对？大家的观念都已经，所以靠自己朋友互相，然后有一些对待家人好，就是再不然就是住一个好的养老院。这个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叹，因为拍的时候有就有想到这些，因为其实很多人是很孤独的死掉的。我觉得我回答好，赞。那影星有被那个干哥哥讨厌吗？会排斥？我认识干哥哥的时候，他就还没结婚啊，还是有一个先来而后到。没有啊，跟干哥哥，干哥哥这种就是你，搞不好一开始像在心跟，就是有时候会卡在一点啊，好像你一定是很喜欢这个人。你才会把他当成妹妹一样照顾，或者你一定很喜欢这个哥哥，你才会觉得哦，他很像你的家人。但是为什么会没有进展到可能会交往或干嘛？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如果干哥十几年，他其实就是你的哥哥一样的，所以不会被老婆讨厌吧？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进展了。为什么？你的原因在哪里？哪里？因为导演。又是导演。你就耿耿于怀。导演，阿姨，你不要去抱他。我就觉得这种干部，这几年，你怎么知道我念他？记仇哎！对啊，你是底下啦，很怕耶，我输的呀哎。我连今天都进来了。他好在意哦。我教练来卡波，你老两对袂对啦。哦。我有，我有。手臂呀、啊！哎呦，对呀、啊，你很不珍惜耶，都忘记了。什么放五上再次啊？不要，戏里面有一条线。戏里面，反正我因为我一直撸他。啊有有有有有有有，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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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有有有。戏里顶多摸手臂，摸，反正就是会一些肢体上面的撸他，因为我可以碰他，他不能碰。但他摸你，会不会觉得受不了？你规工拢无洗面膜啊！假啊！阮大汉就爱啊！干爸啦！干爸真很水。啊！我看你讲讲无即句话。哈哈哈！我都讲咧。好多年，多少年吧。你单身多久？人讲坐地厨房，你敢知？我唔坐地厨房啊，我是去厨房啊。什么意思？铁丝网，铁丝网，看一下，看一下。蜘蛛网吗？它是铁丝网。来，我大哥啦，大哥，我大哥。
欣雅可以接受像在心这样子的身形的男生吗？干哥哥啊，只能干哥哥就对了。不是啦，要你想清楚啦。你九成知道，九成知道。你啦，我想清楚，自己想清楚才对吧？这一题是要问你想清楚吧？你自己要清楚啊，有话听证。想清楚啦。而且像谁，谁要想清楚？就是都想清楚啊，因为原本就是干哥哥跟干妹妹啊，你要越线的话，都是要想清楚的、啊，因为你这越线之后，想清楚啊，讲清楚，想清楚，哦，想清楚，因为一般干哥跟干妹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嘛，如果你们越线之后，可能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啊，对啊，干对哦，嗯，不干谁呢？你要有续集吗？想要拍续集吗？画抖音啊，喂。我觉得续集，我跟伟华哥也是可以有一些线，画面比较好看，画面比较好看。我跟你讲啦，我已经把鞋塞啦，内塞啦，内塞啦。你在搞女朋友行不行？我搞不行的呀，已经姐内塞了。乱搞。你没懂你。哎，等一下，我如果续集比较有可能是美丽本人吧？哎，美丽本人呢？为什么是美丽本人了？我连美丽本人不如熬。因为美丽本人。好了好了，美丽本人在第一季里面就对我很好啊。还不讲啊？他非常爱我。美丽本人太花心了啦。对啊。你要大家快乐也是安那，对不对？快乐什么？我逗你笑啊，那。快乐。怎么了？两刀快乐了。快乐。没有办法。时差好像不太好。对。哎，快来逛也是那两个将就将就啦。他没有想要将就啊。啊，你都别跟我讲嘛，你逛逛了都难行，你知道？很好拐的样子，就是。啊，有一个在那边一个毛毛空空的啊，对对，毛毛，毛毛，就是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就像这睡觉啊，就把我包放下来，就那个里面酒店的女生，对对对，空空。哦，还有要问的吗？没有，谢谢，谢谢。乖乖的，对啊，所以他都不敢讲话。我觉得你应该后面，对，就是我，对不对？就是我，对，不讲了，会爆雷，对不对？第二集那也看了四分之一，爆雷其实没差，三分之三就可以。哦，谢谢各位啦，谢谢，谢谢大家。对哈，我好想乱讲，你有演出来。我想帮忙，才会看到。放歌给吧。我没有赖，我没有赖。觉得，但是他没有传讯息。我鬼说，但重点是怎么发生的？他没有传讯息，不是你打手后面就会讲。讲高峰就讲。啊？你封锁我？我没有封锁你啊，你没有传讯息。你好厉害哎！啊，你好厉害，就表示他有演出来啊。你好厉害，才会让大家觉得你真的有。不是那么单纯。对对。而且也没祝我生日快乐，到现在。那他说他要约你。对啊。而且我觉得，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很怪，就是那个前面才告诉你说，都没有，才跟你讲说，脏的是人，不是钱。结果后面居然失去到哪里去了？就对你性骚这样。谁？没有啊，不是在酒店你在做清扫的时候吗？然后有人丢钱给你，那你不想要？结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脏的是脏的是。人不是钱，所以就收起来，这样叫你收起来。结果他后来居然对你伸出钱，真的，这样你没有毒哎！现在看不到，好，哎，但是你是现在，你是转的吗？好快哦！他什么时候？不会吗？不知道。一二级，没有，其实就是说这个女生遇到的人很可能帮她，但其实也是觉得还可以打工啊。介绍，哎，我好了，做的，所以你没有红证的联络方式，就是我有，我有，趁机开一下眼，私底下会喜欢，可以讲一下。对啊，我觉得我想说，天哪，讲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可是居然对骨子里还是不怎么 OK 这样子。像他这样，就可爱可爱的啦，相处起来也是没有压力的。
会不会是他没演好？可以讲干话，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看到那一段，我觉得有点，有点冲，有点冲突。我以为他会是一直帮你的人，真的讲不赢。对对对对，会一直帮你的，甚至。你说张在兴在凶你的时候，故意丢那些花生壳啊什么，让你找的，他还是帮你的，对，所以就每一个角都在这样对，都会翻转，会即兴的，对，没默契就是这样吵起来。Oh my god！ 一开始就蛮好，刚刚讲那个哭戏就是我们的第一场 ，OK， 他哭戏是第一场，对啊，谢谢，第一场就这么猛。所以第一场他就想要预取了，对不对？第一场他还搞不清楚状况，是干哥哥是没有喜欢妹妹的。难怪导演要踩刹车。对，那我没有。不会啦，就是都是自己继续努力啊，还有机会啊。对啊，就是还是很幸运，就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可以挑战的角色，所以明年还可以有机会再继续加油的。这个是失落。我问一下，桂宇会不会去？失落，我真的没失落啊。应该会。不是，我不是有参加。我可能就这样。我有啦，我有入围，你忘记了？我出台第一排耶。啊？没有领导。我没有拿到，可是我入围好几次遗珠啊，你忘记了吗？我是遗珠，他最开心了。对，美玲姐说我是遗珠，经过好几轮，你都记得。真的还有什么？我忘记他是什么。他说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对，他说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对，都忘记了，我很开心的，我没有不开心。不好意思，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你不要吃。宣布的时候，你是有在干嘛，还是别人讲？哦，我那时候在富士山逛奥莱。好开心哦！对，就是富士山刚好在放假啦，对。但也是有关注啦，就是有发现女孩上场，入围的部分还是蛮多的，什么偶像嘛，嗯。还是很开心啊！谢谢，拜拜。很可惜，你看你学科也学很好。所以你觉得我是遗珠吗？是。就觉得说怎么会没有？学科是好了，大哥恭喜他耶！对呀，入围的都是遗珠。没入围的都是遗珠。哎，夏，你要走边，边过不去了。这边可以，这边，老板，这边。就这边还是有组织部分就都没有入围的，有点失望。